制作，这个做个手刀。哈，对不对？看我，啊，响尾蛇肉。看我的毛发。差点给老子咬到了，给老子咬到我就要死啊，要中毒。我们等会要做一个水壶，好，这个东西我们用我们的毛给它擦下来。哼，毛把椰子擦下来，这样我们的一个椰子呢就完了，他把我的石毛给带走了，还给擦不死。先洗个澡，身上很脏。我们看一下时间啊，现在是晚上的这个6点钟，晚上6点钟，我们身上。这个在野人部落烤了1块、2块、3块、4块、5块肉干啊，5块肉干可以增加这个大概100多点脂肪，咱们的脂肪现在还没有往下掉，是吧？这边有小木棍、骨刃、香蕉叶采集一下制作。香蕉叶能制作什么？我不知道香蕉叶能制作什么。我们先在这个吊床上面。给睡个觉。Thirsty， 好渴。